台北101的烟火秀即将要迈入第11年，今年的烟火总长度是238秒，总共要释放3万发，斥资4500万元，是历年来的最多。但是台北101透露，今年起大楼顶冠到塔身将要陆续更换灯光设备，加上南山大楼将要完工，考量到安全因素，明年停办烟火秀，改以灯光秀取代。台北101烟火今后恐成绝响。